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最近吃饭没什么胃口，就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最近吃饭没什么胃口，就反正打入两个顺产的母鸡蛋，给它搅匀备用，然后用水淀粉勾芡。勾成这种粘稠度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去做起来吧。半个十秒钟，完全变色后捞出，放到200开中投凉，然后再完全控干水分，放到盆里，加入红椒丝、葱段、蒜末、干辣，煮个2分钟，捞出料渣，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煮1分钟，迅速倒入碗中，撒上辣椒面、花椒面、白白的黑，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煮1分钟，迅速倒入碗中，撒上辣椒面、花椒面、白白的黑芝麻，有条件的来点香菜段，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，就可以开吃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加入金针菇，焯烫1分钟，捞出备孕。碗中打入3个公鸡蛋，顺着太阳的方向给它搅散，鸡蛋调味加盐、鸡精，即可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。鸡蛋调味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，然后大火翻炒7-8下即可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。